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哇，快看快看，我们的大怪兽贝利亚还有我们的马加大蛇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什么玩具呀？哦，好先进呀，好像从来都没有见过。那现在我们就赶紧一起来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上面呢有一个贝利亚，还有捷达奥特曼，最上面是我们的哥姆拉，还有我们的能量胶囊。我们打开它，哇，快看，里面有可以发光的卡片呢，我们赶紧来看看吧。当当，其实这是一个图册，我们要打开它看看里面的好多卡片吧。从第一页开始看，它还能反光。哇塞，首先这个应该是萝卜奥特曼终极形态赛罗，而这个呢也应该是捷德奥特曼的终极形态和捷德奥特曼的原始形态。它的后面呢是它的背面，和它是一样的人物。我们再看这里，这个认识吗？这是贝利亚的邪恶形态，邪恶贝利亚，还有我们的捷德的尊皇形态。这个是谁？是不是我们的暗耀欧布？还有银河奥特曼。再往后面看，豪勇捷德、猫比尤斯奥特曼、贝利亚，还有我们的捷德其他形态。这里就是怪兽了，我认识的有我们的金古桥，下面你都认识吗？这个应该是赛罗的形态。有我们的佩丹尼姆杰顿和海帕杰顿。哇，这里就是我们的变形器和武器介绍了。这里是萝卜水晶和黑暗回旋闪光、极限水晶和萝卜圆盘。这边后面呢是它的介绍。还有我们的真谛水晶、萝卜光轮、捷德之爪和火花灵镜、欧布圆环、银河火花、穷极铠甲以维克特利圣枪。这边有麦克斯火花、赛罗奥特曼火花，还有奥特融合手环和赛罗眼镜。再往后看，有帕拉吉之盾、捷德腰带、赛罗孪生剑和黑暗圆环。这里有欧布圣剑、欧布投标长矛、艾克斯投标和捷德升华器。这边是最后一页了，有欧布圆具、贝塔火花圣剑、奥特融合卡盒，还有萝卜投标。后面是非常详细的它的介绍。你们是不是也非常想拥有这样的一个卡册呢？因为这个卡册可是收集了很多很多非常珍贵的卡片呢。你们是不是非常的喜欢呢？今天真是太感谢贝利亚和我们的马加大蛇给我们带来好玩的玩具。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玩具故事就玩到这里了。喜欢我们的玩具，记得给我们点赞订阅哦。下期见，拜拜。